会心事半夜就怕我去敲门，有些人会怕我，因为他们是小人，但是大人跟小孩应该都要怕我，因为我神出鬼没，小心你马桶伸出手，吓得你屁滚尿流，吓得你鼻水直流。我有很多姐妹兄弟，真知道鬼娃恰吉杀人魔那一卦算是我的远方亲戚，他们都有很多本领，或者通常转来转去，他的速度你用跑的都抓得到，你要小心别拍照会拍到鬼影，我们会出现在你家里，甚至打电话给你。夜深的教室，小心他走路，会不会跨出之前在房间里？夜深的教室，小心他走路，会不会跨出之前在房间里？会不会他就出现在房间里？